我，等一下哦，有，哎，等一下，退去好像没有连上去耶，我的天，我看一下，那退去，啊，有了，退去那边延迟了一大段时间。好，今天呢，我想要试试看说跑两趟，三四，然后明天35、36，因为35话其实还蛮快的，因为毕竟36话后几集嘛，36哈，我这边开聊天室。哎，35还是36啊？忘记，随便，反正明天应该就可以拿到后继机啊。然后我顺便看一下，好像在汇合之前，然后汇合是34吧？啊，现在一个激战世界。希望它的攻略是100%的，不然如果错过一些，真的有点糟糕。看一下，哎，34、35就切，对，今天打完33话之后，34、35就可以直接换了。如果今天够快，今天直接换后继机。干，好，我看一下，我怪物已经拿到了，那接下来就是。33、1、32期或嘎比鲁有，然后49话前半用贾姆林打败嘎比鲁之后，然后后半不打他，之后就可以获得。但其实他也没多强啊，蛮废的吧？时段改造运动性一期，喂，听起来是不错了啊。算了，无段不改造的话好像是不错，要自己就有。我看一下33话的要素，哇！2、3次增援，我的天呐！我的天呐！8回合内击破1、2、3、4、5个人，8回合内击败5个人，哦，这一话好吧，今天可能就只有一话。那这一话，我觉得会超级就，yes，被拆开了。冲啊！不冲没办法啊。贾姆林多加炎龙士气。看一下，米莲娜在这。Hello，这一话可能会打很久。但三话要打5个敌人，5个都是大将，而且我记得有3个还是4个都原师了吗？上一关我也才打2个啊，而且有一个他也是自己撤退的，实际上只打另外一个。志奇根本，我觉得从阿法二之后，他阿法外传之后，他就变搞笑担当了。志奇，有他的剧情好像就是太搞笑了。实际上，他中要塞逼的敌人有这么可怕吗？看到就吓到。
也不算啊，虽然吃点点心啊，然后喝个水。哎，老姐啊，都比较晚吃啊，最近生活时间都比较晚，而且今天礼拜六，礼拜六对你们来说可以多休息一点。我在想说啊，那个，因为我是之前蛮多人都有一直跟我推荐格斗游戏，然后以前我有看过蛮就很有兴趣火影忍者，从 PS2 的时候就是了。PS2 的时候，以前在上学的时候，真的有人带那个 PS2， 然后到那个就是个人教室，然后就那种就是老师比较一些专业老师会去的个人教室，然后几乎都没有人用，然后在那边就直接接上 PS2，然后开始接那个投影部啊，然后开始玩。然后那时候我看了，然后火影忍者它除了一些格斗元素以外，它还有就是动作类的内容。所以我有兴趣是说，它并不完全是纯格斗游戏。所以我在想说，如果简单的话，我是想要从那边开始尝试。豪将军回来了，豪将军有离开过吗？我记得上一话我还用豪将军把敌人打到快拔掉，那个人死了，就好像快8000，快8000多伤害。超痒的，不过还可以啊。其实，现在玩阿法三用这超自己设定的高难度去挑战，发现就是麻烦。难度还可以，但是就是很麻烦，并不至于到说，有变奏，有几段感觉听过。要不然每一代其实都是同一个去做的啦，同一个团队去做，然后风格都差不多、啊。而且啊，我以前在玩激战 X 的时候，很常把 Alpha 系列的音乐用过去替换过去。太好，我刚刚说什么？啊！我刚刚说什么？我都忘了。啊，对对，是在说难度问题。除了某几关就是你走错路会被 map 打爆以外，其他部分就只是麻烦，比 OGS 还要麻烦，还有 OG 外传啊。话说你们说第二次 OG 的难度大概等于 Alpha 3，如果我都玩5改那样子，跟现在是差不多的，麻烦啊。第二次我就还在考虑要不要照这样子去挑战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那种轻松过关还是超挑战？这说实在，挑起了什么？是啊，想要有些作品的 BGM 就还蛮适合的。有时候真的制作的作者啊，他当下选的 BGM 不一定是完美契合啦，啊，然后可能在其他作品会找到说。我们会想说，哎，好适合的，非常美妙，大概这样。看到这话我都知道了，莱丁要变化。
哎，不对，刚刚来宾有强制出击吗？我记得只有巴萨拉耶。杰克拉蒂，第六文明人。史前文化，猜错。分山路打，哦，分山路打，八回合内要打完。五个 小 boss 加大 boss， 第五回合，哇！我的天啊！基基鲁是不是要挂掉了？我记得他在河边挂的。アニマスピリチア。ボンバあ、自从在 OG 外传学到用直击搭配。一 buff 之后啊，现在想说以前不会觉得很烂的角色会觉得还蛮好的，像西比路以前他有减敌 SP 啊，减敌气力什么的，然后还有减敌能力，而且我拿去打 boss 根本就打不了，打小兵很快就可以干掉，想一想真的是没什么用。我现在想说如果配直击小队队员配直击的话就可以了，减敌气力，减敌全职能力，哇这超好用。西比路有这么强吗？可以影响到那个，刚刚那个叫什么？肯培罗尼吉？这西比路才几百滴，打一下就挂了，你开个必中不就行了？亚利路，说真的，这个德性我实在不想让他活着，但是要拿伊甸王的隐藏人物，他又必须活着。我记得好像龙胜他们叫什么阴神操控者，嗯，最新有文字的中哦。我原本以为以前第六文明人是什么，就是说有些不会说什么第几代门第几代门，像不是我们不是有什么假说，
玩过什么上那个亚特兰蒂斯有高科技对不对？然后说什么那上一代文，然后文是第几个第几代文？我原本以为他这个数字是说这是第六代文，然后主角团他们这边是第七代文，结果原来是第六名的群是这样，是从伊甸王故事馆里面人类第六个接触的文，所有第六文明，身长为四到五公尺。怎么？啊，对哦，对哦。第六文明人好像也没有什么出现过，只是说一个四到五公尺也太大了吧？啊，这样制作伊甸那个 cosmo 是怎么坐上去的、啊？第六文明人要操控伊甸王，到底来说？有的那个驾驶舱应该是超大的、啊，那个座位很大，为什么 Cosmo 可以坐在上面四到五公尺？至少三将近五公尺的话，像算将近三个人嘛，一个人平均1.6到1.7，这样5.1到5.8到5.7、5.1，差不多三个人的身高，怎么够都够不到啊！那个车这样子，跟你叫婴儿来开，根本就够不到那个油门跟刹车。然后呢？原始史前文明被原始恶魔干掉，他这样不是在这边说什么原始恶魔超厉害？而原始恶魔不在51还52挂掉，帝德系列的世界观还摆在后面。吸取生存意志的原始恶魔可以说是所有智慧生命体的天敌。我记得它里面设定宇宙怪兽才是天敌吗？哎，好期待那个阿法世界观扩展，可惜没办法了。当初 OGS。OG 一跟 OG 二好像毕竟是在阿法二那个左右出的嘛，而后来到 OGS 的时候就接续了阿法三的一点点关于世界观，然后再加上里面一些台词，没明说，但实际上也等于说是继承于阿法三之后，只能期待第三次 OG 怎么样的完结。啊，一代哦，史前文化，埃及赛多，我怎么觉得阿法一的时候他长得比较好看，我到阿法三就变这样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巨人族好像也蛮大。第六文明人跟巨人族有没有关联呢、啊？我第六文明人是伊甸的嘛，啊，巨人族是超时空要塞，在阿法三里面有没有关联？战斗士兵艾比尔，他说以前我真的都没有去注意到这些名词。那种异次元的能量变成了恶魔，我们称之为原始的战斗士兵艾比尔。有点好奇，那艾比尔，我先记录一下。算了，反正查一下原始恶魔就知道了。可是我觉得这不一定是原作有的世界观。那太好了，让他们去打灵帝啊！就打那真灵帝，吸就吸干了，吸成人干。
某种神秘力量封印的东西，不是应该伊甸来定吧？阿尼玛精神。修魔呢？感觉带有一根头发。不理他了。小妞，我靠！不想你们说这句话，等一下那个罗姆就来了。你没资格知道我的名字。艾兹拉，对啊，哎，啊，鸠摩拉是他的妻子。哦，圣巴鲁马帝国，它里面的角色也没有很完整。当初有说什么十二支分支啊？每一个波拉应该是代表不同的那十二个。然后实际上好像真正有头有脸出来的不到一半。这个女的怎么每个都是以伊甸为主啊？这什么到说跟那伊甸扯上关系？虽然伊甸在这里真的超猛的。我越来越不想救那个夏利路。七回合吧，登山路打。看一下，哦，有，莱丁有主动出击，我好像上礼拜有重新组队过，哎，福克真很棒。所有的麻烦的是，这一关我记得它是海。哎，不是我记得，刚刚看好像就是这样。我明白。走吧。没办法。哎，
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你不要这样子。啊！我的一大，我的很多都是在陆地啊，像这个、这个、这一组、这一组、这一组，我有五组都是在陆地。号码这点也是，根本全部都在陆地嘛，全部都在陆地不是吗？我想把敌人引过来，在这边我记得都有回避力跟防御力啊。要不然一电过去好了，七回合之内看能不能用一电炮。我的天！我刚想说没什么困难，麻烦了点而已。现在就觉得说好麻烦，对，很麻烦才对，没有困难但很麻烦。一击上有敌人，哎。哎，等等，我突然想到了，啊不行，陀螺这一关是不是敌人会一直出现？我刚刚看到我手链都是八回合打败五个敌人啊，五个都小 boss， 中小 boss。我格拉比鲁啊，加比鲁啊，跟那个什么。另外一个原始人，对，然后这边毁掉之后，我记得在这边 GG 五在这边出现，然后跟另外一个原始人我一起便当。问号问号问号，地上有敌人啊！我想办法到上面。哦，那敌人会飞，我不会飞啊！啊，不对啊，啊会飞也没用啊！为什么？路会飞的也不能降到那个地上，对不对？因为这边根本就不能在地上。那我突然想说，这是在干嘛？回避力跟防御加25%有什么用？吃不到啊，吃不到啊！嗯，哎，激励吗？应该不用，不激了，啊，不激了，但是，那扔掉吧。晕过去被揍，反正就算被吸了，我还可以用。激励，变形。哎，不对，你们不是有那个吗？不是可以换装？嗯，那换装效果不见了。啊。热情，热情，热情！哎、欸，刚刚好可以三个热情。嗯？行ぜ！啊，不对啊，你这边没有显示，你没有显示你的特殊能力啊！那就变。啊，合体技哦！那我干嘛变？变得运动性不知道是不是会降低。不对耶，我记得这个招式好像是气力130还120的时候可以变，那怎么现在我气力100然后割音乐破20000就可以放？那个有点 bug。因为我记得以前在玩的时候的确是这样。
43800。记忆力，就是那个记忆力上升。飞好了，因为他回避力超高。对。这边我应该还没有，还不能起步。他超级超强合体。是想要用给他，好难抉择。没事，我说应该不用用混乱，第一回合。我说我刚好先出道。我是先撑到七回合，撑三路打。我决定索罗弹上去，反正其他人也上去了，上去了就只有战舰。这索罗船的移动力也太高，我这台战舰要加速才可以跟得上这索罗船，移动力7啊。哎，看一下。你就是学不会觉醒，我记得好像将近50话他才会觉，以防万一啊，先留着。我是不赌，我知道沙漠会减低那移动力，玩打那沙漠之虎那个时候就是。但我不知道这个草地怎么也会减移动力啊，这草是很高吗？这根本就没树啊，那草地现在还减移动力，你们是直接那个用滑的滑去的是不是？不是用走的，用滑的吗？到底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爆马原来可以飞。动力也算高，快学会姆特龙射击吧。他跟索罗船一起上去，你说上面会有敌人？莱丁跟索罗船一起，我还是不要太靠近，我怕他们都打雷丁。莱丁欧系就只有三发，哪像人家索罗船？而灵气力需求1-8，直接48轰爆你。开个壁洞加解壁，我觉得可以把这些人全部清光了。17上方草地好，就只有那边吗 ？OK 的了，来尽量打哦。0%连混乱都不用开了，太可怕了，飞真的是太夸张。他是怪物吧？他也不是人哦，他本来就不是人。给你吸饱饱，至少不是在阿法E啊。阿法E的时候你0%你都要怕。第三的 F 还是第四次、第三次以前的事啊。我像阿法外传之后才改，我记得阿法外传就没有遇到过0%被揍了。阿法E的时候有遇到过。后来的应该就他都改掉，就直接变成
高于0%的就直接算1%，不然我总觉得说每次都怕怕的，完全都想说会不会就没，不敢放大招，我也不敢就直接啊格斗啊，不用，本人被打比较好。哎，喝奶茶。自己去买。外面那个什么，我的一个立顿奶茶，应该蛮多人都有看过，没喝过但也看稍微看过。以前一瓶好像25块，现在一瓶好像30块。原来没有那么好，没有以前那么棒，那么好喝。而无意间在全联逛全联的时候，看到立顿奶茶包，然后120包，一包6块钱，泡一包下去跟外面那30块差不多。不过我自己是买那种减糖配方，然后它上面说300克还250克泡，我就不用，我直接给它500克。然后今天更爽，我直接准备1000cc 的碗。然后2包下去，热水跟冷水下去，1000cc， 喝到爽。我发现2包还是有点苦苦涩涩。哦，我的天，83%，算了，你还是直接硬 A 吧。减17力啊！不要一直打飞啊！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挂，好像有一话就是一直打敌人，敌人一直出现。哎，原来是在这边上面。原来是正上方啊，我以为是四方形的方位，然后上面这样子，就是真的是这样子正上方。我没开铁臂啊，我没有铁臂耶。哦，还好。简单，给弟弟肉。来吧，跟你们耗。有機動オメガだ。確認気温だ。我相信我这一台主线就可以把他们打残。不可能全灭。これ以上はやらせ。就是光这个，还有这一团，这个有名字也来了。哦，还好，我原本以为是来5只原始恶魔，吓到了，因为我记得原始恶魔有一对双胞胎，有没有一公一母？我以为那个会出现，然后要打基基鲁。不打那个格拉比鲁，然后跟这个巴尔哥，然后还有那对双胞胎，然后加那个嘎比鲁，嘎比鲁还好啦，开个避重跟热血应该可以打掉，那可是重点是另外4只原始恶魔，真的吓到欸，惊死了，我们猜猜怎么办，帮他加一下防御会怎么样，现在防御134，我们先全个打。看一下我那个米莉亚，忘记太激励了，浪费了10 HP。浪费10 HP 啊，10 HP 有时候可以。他可以开个避闪欸，
以前总觉得这些小飞机的统路，现在看一下精神根本就超猛。134哦，哦149也没多多少。我记得立山有人靠那个八神直接轰出18万、20万的那个超天元突破。而逆三有割一焰，然后割一焰跟气势到最高，直接疯狂呀！318，等一下，我记得攻击超人3到9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在这边，所以我飞要再往这边一点，让他们靠一下。7回合之内要把他们打完。重点是普通士兵也会这个啊，还要不跳，照理说被打了一两下就直接跳一条线，没有没有，除了飞以外，其他人上去都是被吸气力的，谁要上去啊？上去自讨苦吃是不是？只有高回避才可以啊。这回避也没多高，看看人家飞，分明回避直接加20发，从头到尾不开混乱、不开集中都不会被打中。哎 ，Hello Hello， 你好啊！对，机器人大战阿法三，我现在……哦，对。抱歉抱歉，我忘记一件事，忘记放上去跟注明一下，因为之前都有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我怎么打得那么慢，然后玩得蛮烂的，因为我本身是激战的，算是应该算新手玩家，但是呢总要来点自虐。记不太确，不知道塞莱纳会不会被打中，我看看。4%，哦，要开集中，没开集中会被打中。不对呀，21，我干嘛开你的集中？我直接问他破我不克不是更好？我问他破五个不是更好吗？回避力还更高，小队长还加10%呢，移动力还加1。麻烦了，今天没视讯，有啦，仔细看一下。不是万迷摸就摸啊！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好黑啊！啊，是啊，今天给他没开灯。要不然我看一下哦，开个灯也行啊。看一下也行，只是我懒得走这几步路。这样 OK 了齁。啊，我在这边是不是7回？应该差不多。这次不是，哈哈，过去。让我想到之前有一个国外的那个实况组，欧朗实况组，然后就有人要说 Are you break？ 然后那实况组就直接把灯关了。然后关了之后，能发现说看都看不到，异曲同工之妙。对，应该是放太近了。本来7回、8回合都不要紧，现在2回合、5回合时间，我觉得这边应该是可以干掉。首先，铁臂还可以开2回合，没臂中没关系，这边有集中，就是没有那个。
不过我担心他们会打米雷娜，米雷娜现在没 SP 耶，被打会死的。啊，我刚存档了，我就担心他们打米雷娜，所以那时候米雷娜结束行动之前有存档，现在我盖过去，超麻烦的。哇，现在新的基站可以分好几十个存档，真是太棒了，战斗存档。那时候玩基站的时候，第一次吓到，哇哦！没想到竟然可以这样子，分好几个存档，这样不用担心说用歪。哎呦，气势趴，那这别按你，太混乱了。我们想说那个飞一个人在这边跟，混乱也省。现在大家要往前。飞在空中有屁用，不能在地上啊！这边用心酸的加25%，根本用不到。哎，7%赞，200多滴，你还是不要打，我都帮别人加气力了。之后打 BOSS， 我绝对不让他参加那个小队攻击。然后这边一定要配那两三个以上。小队攻击可以加队长的命中率，好像加25%还是30%。要不是这样，我根本就不想让你攻击。打个200滴，敌人气力加个4还加5，那很快就直接150。150被打会死人的。没个激励啊！现在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用过他什么精神，都用集中了。你也来吧，我靠 ，miss！ 唯一打中就只有大波尔无色。69%，50%，哎，忘记一件事，帮大家加一下命中率。哦，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人家的真实系列集中都是10，为什么你就15？我闪开还不错，不是的，这是以前等级最高的名就我王凯亚，然后自从到这个路线之后，王凯亚完全都被放在下面。你们怎么能如此？什么剑龙的命中率比真实系的福克还要高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你的命中27，福克257，啊，路 S， 哎，等一下，我记得在地上的机体是性质影响防御类型的，防御跟回避啊，怎么会连命中率都影响？所以机体是性会影响那个。好像哦，对，会，没错，我变形，喂，2到7，还是一样，那你还不如换另外一个，移动力还加比较多。哦，有了100%，对，
那一百块，报个级也好啊。你打他们打战线。人单体攻击，异电王，说实话你现在有什么用？我记得敌人还会来第三波，所以异电王先到这边等预备好了。援护防御耶，先把队长干掉。欸，到底是被揍会增加条还是打人会增加条啊？我记得打人是降多少点数，被揍一下降多少点数啊？打人好像是大于被揍，你怎么反而上升呢？偷师魔根本就是那个精神分裂症吧？到底是打人会增加还是被打会增加？好像就这样哦，你们跟我讲那个空地，当时还想说齐夫开魂过去打，这两招都空地，我自己忘了，讨厌。哎，尽管打，尽管打，反正你们打不到，员工也一样啊，有小队攻击的命中率都打不到。员工最好是打得到的啊，40% OK 啦，另外两个64%，还有还在打中，还两个字啊都打，啊死1900+，在上面锁了下，而且会更强。哎，是啊，有体力都会更猛。我决定还是以回避好了。对，交给飞吧。耶、yeah! 欸！这样怎么没有跑过来这样打？啊，我记得索罗船被揍，好像那个伊甸王也会增加，对不对？他们两个是联动的，你们不要每个人都跑过来打哦！我的天哪、啊，不要！
不要，我不要降气力，我不要降气力。只剩8900滴，不去打飞，打这台，一电王在旁边虎视眈眈呢、啊。啊，又来了！要用博古眼，龙刀没有了，啊、战舰没有那个弹药的话怎么办？又不能回另外一台战舰。这个啊，就要用这个。哎呦！一电王那边挡不了啊，幽魔拉我记得会各种负面炮，敌人都是疯狂负面炮的那种。嘿，变你！不要故障，我一个索隆船在这边挡哎、欸，没挡的话就换米雷娜被轮流欺负了，要遭受惨无人道的对待了。一电王惨遭惨无人道的对待，不要这样。莱丁好像会强化哦。对对对对对，好像还会再来一两个敌人。精神跟凝聚，虚空档案啊，对啊，以前都没注意那种虚空档案。歌うんだ。え？歌うんだ。だけど。何を言っているんだ。サウンドコースターのイレーヌ。パパ。はい。我靠，骰子啊！麻烦死了，而且这开铁力被打1000，我还特地加防御呢。别闹，别闹，别闹，不要去打那个米雷娜！他们跑去找伊甸是不是？学到了什么？不知道，就随便。硬 A 就对了，没关系，另外几台这样也可以分担一下。应该是说从这边开始算7回合撑住，然后实际上应该就9回合了。然后熟练度他说8回合内起步。移动这么慢还刻意的，是不是找茬吗？找茬，对啊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一定要防御。这边敌人没有被接受到混乱，没防御会死。3条，3条。1600防御是1600吗？我记得铁壁是四分之一。
所以是在减一半，800。如果用反击的话，被打是800，4000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8、6、4、8，会被打死。我先用个信赖，佐罗船嘛。OK。不然用友情看看看哈，我先看看他的体力126，先存档。第三回合还有5回合时间，但是我担心这个幽摩拉他不动，65000多。运动力场、精神妨碍、干扰机能、干扰机能加旁边的命中回避，精神妨碍不会中，要开直击。有人有直击吗？哎，太棒了！这么多精神，然后我就是没有那个感应，我没感应啊。恩盖特很多人都有，哇靠，还不能移动。看一下40%，31%，那我差不多命中回避啊，先存档一下，我看一下你的那唱命中回避会怎么样。46%，有唱跟没唱差不多。这唱这是要干嘛？累积歌宴吗？你还不如帮狙增加气力好了。SP 回复好了。15啊。野兵，你走。刚刚他们不是为那个找米莲娜而来吗？5回合内会变成说到这样，疯狂打3000，1回合7000，好，没问题。可能还需要另外安排一个人选，然后这边。不知道要不要用饭，反正之后还会遇到鸠摩拉等等，被揍给几下就爆掉了。好诶，要开铁地吧。我100%，应该没问题。75%，为何？58%，71%。等一下，我刚刚不是看100%吗？我看错了，你不要开几针了。不能开机器。
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不自觉的竟然可以打开。不是，该想放妹子。可惜这边没有人有妹子。补血不会有大招吧？应该是没有。我现在是我在想，因为几个 boss 我就担心他不来，他来我就开心了。但是那个精神镜子有点麻烦，医院吸收这没关系啊，伊甸王第四阶段下去医院就无限了，哪怕你怎么验吸，给你吸啊，吸不完的你。就只怕这精神尽失，能力降低也没差，一天剑打下去，直接让他领便当，直接回吸流火。八七八八七八，哎，空隙的伤害太少了。就担心他跑过来打爆嘛。OK， 我这边等一下要先休息一下。这话的确比较麻烦。啊，离那觉醒还很久，啊，开必中下去了。好了。妹盒的话就很爽，可惜妹盒器在另外一边。二十，一二三四 ，yes。十二发，好，我先存档一下，接下来要疯狂一直开炮。不过我记得敌人好像会来增援，我先看一下攻略。话说现在世纪帝国是不知道，应该是临时减价，或者是以前好像有发生过有那个攻读生报复心态，然后把游戏的价格降到超低。现在世纪帝国四原本1000多，现在变200多，超夸张的。敌方小队剩余一定数量时，会出现三个敌人，原始恶魔，麻烦。为什么要这样整我？这样整我，你很好玩吗？我要开集中。对啊，他集中也是死，为什么就那个塞莱纳的集中怎么这么？我刚存档的话，因为4500打下去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死，毕竟三只。哦，赞。两个就是不上来，我记得莱丁好像要有大招的，因为我就记得说鸠毛拉出现，然后莱丁在这个地方，
然后它好像会打开什么的，然后就会产生那个姆特龙光线，说什么它不会再逃避了，然后就可以看到它放大绝招把敌人打爆的时候呢，就会出现特别动画。它必杀特效一直都是看敌人挂掉，然后就只有莱丁的特别很特别，它必杀特效是自己在那边惨叫，所以至于说我那时候还蛮常用的，因为非常特别，就他一个会这样。啊，有感应就好了，这样也不用。他可以用刺陀力啊。哎，集中吧。OK。红旗断机，五号一焰，八十二发，红旗，风儿，为什么你的欧系是这样？我五千五的确蛮恐怖。嗯，大波尔朋克是的确比较好，93发，哎，命中率好高哦，大波尔朋克。啊，以前真的是都太小看他们了。哇，伤害也很高哎，而且爆的好，他剂量213，也没到多高吗？还比他少。哦，致命率修正30%，本来是40%，我也没看他多少暴击过，根本就没爆啊。啊，哦，有哈塔。集中20，搞定你！哇，30滴！哇哇，30滴耶！啊，没开努力。啊，算了，我现在优先先把那熟练度搞定。那等下开努力，大家后面没 SP 打那5只 BOSS。其实也不算5只 BOSS， 正确来说是3只 BOSS， 2只原始恶魔，1只鸠摩啦，然后2个靠索罗船就可以干掉的小 BOSS， 就像激战 F 一样，激战 F 遇到一些小 BOSS 超棒的，开个 B 中过去打一打没问题，直接搞定。哎、欸、，Hello， 安安，现在麻烦，而且打这边的士兵。你加什么气力呀、啊？你们又不是同一挂的。请问打那边为什么他会加气力？他应该会用成红黄军才对。这什么东西？快点避吧。灵焰消耗，就喜欢灵焰消耗。后面的激战几乎就没有那什么灵焰消耗装。哇！嗯、你说激战六是吗？啊，我记得是在 N64 上面的齁，任天堂的，而且64有铁巨人，蛮多。
怎么样？玩起来怎么样？这次应该不错。啊，我记得好像也是有跟盖特等等，然后还有什么弹什么弹和凤嘛。破邪大星弹劾凤，那个名字好难记哦，你记得来吗？我是碰那个 G 系啊，有人那时候有人会给我碰一下 G 系，然后我觉得 G 系很特别，六四我还没碰过。台湾第一话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系统？跟正常的机战来比，因为除了出在 P 系。就是 PS 系列的一战以外啊，它其实都有做蛮多创新的。Hello Hello， 安安呐、啊，因为距离超远的，然后敌人六段改造，敌人六段改造啊，运动性151，回避225，超麻烦的。我这两只都还没动。我在等他们来，八回合内要打完五个 boss， 虽然实际上是三个，现在第三回合这边都要动完。的确是惨不忍睹，我都要靠那个小队攻击才可以打中。比较算早期系有玩男主超级系，男主好像就是非常超级系啊，然后后来因为任天堂版权不下放嘛，所以才在机战 A 再新增了一个类似的主角夺魂者。暗机社比较喜欢超级系，六四超热血的，不过剧情上也有一些作品没有去完结，因为像铁巨人就没有了。飞完全不用开什么兵什么，被打都很怕，很像机战 A 的机，没错没错，就是那一台，就是那一台。任天堂握着版权啊，然后后来机战 A 的主角才是，就跟那个六四男主角很像，69%、94%，没差，反正先打那两只。是我没想到，竟然三只都要打中。快没验的啦。我是不一样，更复杂的伤害模式了。其实我蛮喜欢那个激战 F 的伤害公式，好简单哦，随便算就可以算得出来。哇，暴击率还真高哎！你还一直打他嘛？你们这群家伙，放过他好不好？为此我还开个铁笛，神奇转机76%。只研究出大概算法，还可以研究出大概算法，你们真的是有够闲的，我都不会去理那个。现在不要不是你们跟我讲，我还真的没有去想到了这么简单的技能。就气呀，然后加个那个花束，然后乘上那个能力值。所以命中回避那时候我还是没有去算，命中回避就比较麻烦。回戏呀呀，对，他们在群里攻击都痛快。对，以前不会玩的时候，基本上可以说你每一话哦。那时候我是玩，我小时候是玩游改。然后是玩普通，还不是玩这种 EX 难度。我玩普通啊，那什么装备啊、角色养成都有上。
然后一关有时候就是一个小时或以内，可是我可以花一个多小时或将近两个小时在那小队编程上，因为你就原本想说，哎，这个可以凑在一起，然后凑一凑之后呢，发现说，哎，精神不 OK， 有些人没加速，会赶不上，啊，然后后来呢就再重新组，然后每个人都平均有小队都有平均的精神，然后地形适性不对，要再重新组了，然后重新组了之后呢，然后精神对了，地形适性稍微对了，然后发现说有些角色他有优点，然后却毫无用武之处。然后像是巴萨拉、米雷娜他们要拆开，然后他的修理机他也拆开，尤其修理机他每回合都会帮整个小队恢复 10% EM 跟 10% HP， 然后又要再重新组了，嗯，烦死人了，对不对？就像这样子，痛苦。然后呢，你这时候想到说 OK， 大家机就是那个修理问题，然后精神，然后还有就是地形事情都搞定好了，然后你就会想说，有些人他们有护盾啊，你两个人摆在一起不是浪费了吗？因为只会发动一个护盾啊，然后这时候你又必须把它拆开，护盾跟护盾都要分开。然后最糟糕的一件事就是，连护盾都用好了，大家已经平均分开了。然后，因为小队编程它是最上面，所以通常正常玩嘛，都会从小队编程去用。然后编程完之后呢，好不容易搞定一个小时多了，或一个小时以内，然后呢，大家开始去的角色养成，角色养成好了，爽了，机体改造，武器改造，哎，好了，爽了之后呢，然后上装备。太棒了，有些人装备又有护盾，然后有些人装备还有其他的能力，然后又有什么又空中空 S 空飞或是海 S 或雨 S， 哎，太棒了，要再重新组了耶。说真的，说你这个到底在干什么？不过说真的，小队编程真的很超级耗时间，可是也很好玩。Impact 的命中率超难算，太好了，我还没玩 Impact 的。Impact 的我可能会摆到很后面吧。啊，这边就交给索罗斯没问题了。索罗斯一个人说不定就可以把这边全部搞定了。可是我担心那两台紫色的会对米雷娜上下其手。米雷娜完全没有 SP 啊，我连集中都没开啊。哎，太棒了，没有，原来是三个。他们真的是去找伊甸王。如果想说像力系列啊、力万啊，它其实就改动了很多哦。因为你小队啊，对，还有小队 cost， 力万最大的改变就是小队没有再 cost 了，你再也不用去局限于各种的。但是相反的，阵型跟各个武器互相之间呢，它还有变化。就像有些。同系列的，如果你阵型打不同，它出招的速度，有时候出招的样子会变。我真的觉得都超猛，可惜到力兔之后就取消掉了。力兔之后删减了很多原本的要素，啊，然后到力三的时候也没加回来。当初被称最惨的就是说他力三。他这是降能力打击，对不对？第三，很多人说为什么地图上还是一个大头贴，全方位导弹回系。Impact 的分色吉安格都不一样，好像 Max 哦也有类似，它有格斗设计跟格斗设计跟设计格斗，我真的不知道说它为什么要分这么多。所以，他很好玩，但不会想再痛苦一次。只有以前自己会花一堆时间变成我。不太好的，我就是你说的那种笨蛋。我这个阿瓦三小时候玩加中途玩，然后还有现在玩，这应该是第七轮还是第八轮？可是我以前都是玩，
普通难度顶多玩 EX 难度，然后我现在是第一轮就直接 EX 难度加全部都不用。高望一眼，好感我真的是有个自找损失，神经病。没事，找事做。但是说真的，这样体验真的很开心。但我就像你说的，什么都不砍，然后装备也不上场，所以不养成啊。然后玩了 ES 难度真的很痛苦，很好玩，但我不会想要玩 ES。 小队编程比较技术的熟练的，就是说技术各个机体的特性其实就还好。闪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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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另外两个闪开闪开。麻烦啊，一电网没插，一电炮轰下去就行。你干嘛上去啊？啊啊 ！Yes yes yes！ 这原本就是四角色加第五轮全部一起上阵，那个超棒的。就是以前哪来那么多时间？以前又不用上班，基本上放学回家就直接打开 PS2 跟电视机屏幕，然后直接开始玩啊。而且以前都是玩日文啊，都直接那个瞬间啊万加那个炸，然后转过去啊，然后直接 K 啊。而且以前应该也很少会去用那种全部无改啊，然后装备也不上。哎 ，Hello Hello。不是四周目，因为他不是三周目四个角色以后去加入，他是说要所有路线都跑过一遍，然后还有特别关卡全部都通关之后呢，然后他会在关卡一栏那边，就你回想关卡一栏那边最下面新增一个关卡，然后就操控所有原创主角在一起，然后打怪物打敌人，然后就圣巴尔玛帝国敌人了啊，然后打一打之后呢，就开启你直接开新的一周周目就好了，不用继承了，开新的一周目，然后他就四个角色全部上阵，然后每个人 PP 好像是400还是1000，然后一开始就给你几百万，然后装备也是给你一些很强装备，但是很物质的是说你到第六话还第五话之前，你是不能小队编程的，你就算小队编程他也是不会上，因为他没有可出级的空间，好像第五话第六话之后才新增说有出级空间，然后你才可以派其他的角色其他主角，对，你要全部都通关全方位导弹哦，是的。当ててやる。对，多打几下，多打几下。我还没红血，红血才可以发焰炮。最好是在下一周末之前红血。波斯好像有觉醒吗？伊甸王的精神有觉醒吗？因为 bug 才跑出来了，当年我也是一听很兴奋。第三好玩，很多同步的二洞三洞，有力兔就有三，好像有三洞。有一个 boss 他是可以双行动，就是二回行动，然后他那个王牌技能每回开始直接开觉醒，导致于说他有三洞。好像力兔还哪一只？就会发现一些特殊关可以用这玩法，让不同角色加入。特殊关卡什么？你是说不同角色加进去吗？不是啊，这只有阿法三才可以的。阿法三你四个路线就所有关卡都成功通关过一次，就所有关卡，然后还有那个特别关卡通关过一次之后，新增那隐藏关卡，然后直接打隐藏关卡，然后它会。可以
开一个新周目，然后新周目就是直接四主角同时上阵，因为以前我就有通过，只是说我不知道你说的 bug 是不是也是一个啦，因为我只知道这个方法，好像是有 bug 可以让四个主角直接一起在，不用特别通全部通关。不过 bug 不知道我这个版本行不行。哎，多打几下啊！快红血，快红血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这个哦，哎呀，怎么反击啊？哦。就只有一点剑啊，看来要真的红血才可以。觉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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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觉醒，没有觉醒，没有觉醒，铁壁特写必中特写不拘，这个伊甸王没有一闪，唉，集中，一战30精英难度以上也是很痛苦哦。那个好像超精英难度超麻烦哦，比这个还要更麻烦，敌人各种那种。点伤还有很多啦，那个真的是蛮烦，应该可以打到将近10万，180，150算不脱力了，不脱力也没用啊，不拘吧。先存档，为什么我用伊甸剑他 B 居然还是盖过我，我自己会哦，对哦，好像每回会有多少，然后开场就有一半的 SP。真的，我第一次玩那个就是激战格式，然后真的很不习惯。嗯。我是啊。阿玛三没有再过。三万。お楽しみはこれからだよ。昇天させてやるよ。文字通りにね。アピーや。あ、忘記開放乱了。太好了，忘记开温暖，忘记开温暖，开 B 居然找人捐啊！可惜机器人大战他没有设定那个 B 居然顺序，不过倒是有在其他的同人作品，幻少那边倒是可以有这个设定，你可以设定说你的必杀 B 居然是否能够盖过敌人的必杀 B 居然。好了，一战看下一次第3次OG能不能新增。
格斗一五四，米雷娜应该赶不上哦。没事，先用加速好了。一特殊效果解除，哦，太好了，生存刀，我要把它解掉。可惜巴夏不在这。缺三个，可不可以再点？我在想用龙马直接开热血过去揍他，然后加伊甸王远伊甸王轰过去，还是说帮那伊甸王唱那个？哦，精灵皮很重要哎，很好用哎。阿法跟阿法外传还不错，阿法外传还好，但阿法一的精灵皮根本就是直接开外挂，被打不会痛，回避力超高。还有人有觉醒啊，真无在哪？在这里。加速，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真无人到多少？一到十而已啊，真无到不了，可恶，也没图集。哎，等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哎，等一下，九格，一到三。有没有激励？激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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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祈祷啦，怎么会有祈祷？哪来祈祷？一个好像是突击啊，然后一个是感应啊，哪来祈祷？期待补给都有啦。期待补给啊，七击破啊，补血三个啊，核心距离直接侦查，然后一个是突击跟那个什么感应啊，好乱哎，这是感应，然后这个忘记是什么，没有祈祷，祈祷是 OG 之后才行的，你没有管系，没错。大条之极，这用来撑起。哎，对，太吃东方鼠，没想到竟然还有人知道幻笑。幻笑真的超棒。现在算了，我先。我在想用真盖特热血打下去比较有效，还是帮伊甸解除能力降低啊？然后这边也没办法，除非把他路上把敌人干掉，开魂不知道可不可以，因为他是路维斯，鸠摩拉刚好是在陆地上，
而且依照这移动速度，我想是可以达到的。九个，二三，为什么差一格？当然靠一点，好吧。米莲啊，你可能要牺牲了，对不起，加油，你再撑着。有啊，我在等他死定啊，因为当初他们有说，只要上死定就中文化，我现在毕竟日文还是有点苦手，我还是比较想要全中文。虽然大致上的剧情也说明白了，本来就我在楚东方嘛。不过其实我是在电玩店看到幻少的光碟，然后他背面，因为他那时候是百变面，还真的蛮厉害的。他背面就是像激战的画面，然后我第一次看到哦，好像激战哦。然后呢，我就有兴趣。那时候我听过东方，我也知道那个巫女是谁。但是我其他几乎都不知道，然后之后玩的时候就开始有兴趣了，然后开始去看，然后之后就在巴哈看到有些人会放本子图嘛，然后之后就开始认识了各个东方的角色，以至于说我东方作品只玩过红魔香，然后妖妖梦跟永夜超这三代，然后其他没有玩，然后却可以知道每一代的人物。真对我良心，这不准用精神。我是有想过啦，就限制用精神，但是有点太，我觉得这样太夸张了。哎，不用精神的话，你就是一直存档读取，然后去赌，甚至你要担心说，敌人 BOSS 打你也不要100%。因为不用精神的话不能直击，还不能给敌人降 buff， 那种 boss 几十万滴血，然后呢他打你都180，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每个人死了，你就要一轮下来平均啊，如果照 OG 外传，你一轮下来大家不开精神打就是将近十万滴，对方如果五六十万，你一回合时打十万滴，然后全灭了，我觉得不用精神是不可能，除非他可以调整到像阿法一或 F 那样的血量，就敌人也是平均10000以内，然后呢 ，BOSS 是这样，然后中 BOSS 就是20000以内，大 BOSS 就是40000，那我觉得不开精神是完全没问题。哎，好，等等，这回合。没有一闪，留铁壁给他开铁壁好了，因为我要用下一回合伊甸一起轰爆他。97发碎啊！哇，42000。加个3000，我还是用盖特好了。下次我决定还是用盖特好了，盖特至少可以打到10000多嘛，15000-16000啊，开直击下去，加个3000而已。好了，盖特好像也打不死啊，而只是米雷娜完蛋了啊，米雷娜等一下就要被轮流死，遭受那个惨无人道对待了，怎么把米雷娜稳死啊？真的太险妙了。其实我觉得可以新增敌人也可以开精神，就连小兵都可以给他开集中跟斗志，那我觉得会非常棒，因为我很久以前就蛮期待的，可惜他一直都没有出现。努力看一下集中铁壁，盖特扣很少，盖特其实还蛮痛的哦。我这基本上他伤害算是数一数二的，6600啊。而且重点是说，
开气是139可以，然后再开热血，然后直击，重点是有直击。伊甸王没直击啊，伊甸王没直击啊，所以他打下去被那个超念动力场直接挡掉了，700挡1400。所以伊甸王应该是43400啊。如果有七阶剑突破的话，就更高了。七阶剑突破应该可以到4万7。我记得七阶剑突破150到170，伤害是1.1倍吧。我记得好像你们之前有谁跟我讲，实际上150到170是增加多少？啊，双旗枪。哦，我天啊，还52%。多出了小兵用战士，也被感谢机。根性啊，可以开铁臂啊，击中不错，我觉得击中不错，然后开必中，小兵给你开必中，高回避的敌人，高回避的同伴直接等死。小兵直接开必中哦，接下来这两只麻烦，巴萨拉什么时候出现啊？巴萨拉快点出现好不好？救救我！铁臂，必中，好。我预计应该第六回合就可以把这边铲平，就看这三台应该是往伊甸王去了，但是对伊甸王真情有独钟啊！1234567890，往后往后往后，我要让他们过来，在海上我根本无法发动。是两只，呵呵呵呵呵呵，这边没有事，有没有努力？这边没有努力。超终极大绝招，被打也不会死啊！下一款要玩64/5啊，没有，我下一款要玩第二次 OG， 然后我从2019年的好像5月左右就开始蛮固定玩激战，然后到现在激战阿法，然后之后我好像是玩蓝战，然后再是 UFC 跟 DM， 然后。七战 W， 七战 OG S OGG， 第二次阿尔法，然后阿尔法外传，第三次阿尔法现在，然后接下来第二次 OG， 然后第二次 OG 结束之后，我可能想要先玩 G 四代 SD G 四代，因为 G 四代现在特价还蛮便宜的、啊，全套好像才500多，就算单买好像也才300多、啊。想玩玩看不太一样的口味了，或者是玩那个极兽新世纪，
因为都是巨世代跟一战还有机兽性之气这种棋盘战略性的，都是小时候还蛮常玩的，尤其机兽性之气 PS 的，当时第一次看到那个回核电粒子炮，真的超震惊。那好像是毁灭魔兽，对不对？就好像第几话，然后出现长得很像暴龙，然后会发那什么核电粒子炮。可是那一关不用打他，打别人就好了。但打他的话可以获得额外的图。DS 模式吗？我 DS OG 没有碰过，而且我没 PS3 啊。不，我有 PS3， 可是 PS3 几乎不能开了，太老旧了，我不敢开。等一下开了就啪，而且我也没有崛起它，所以我是用 PS3 模拟器。怎么没？PS3 模拟器 DSOG 看是 OK 啦，可以运作，但是我没有存档，所以第一轮它可以用 EX 模式吗？好像不行，所以没办法 EX 模式啊。但我还是会考虑，就是一样全无，因为四星爆尾机有出类似，有一项逆游玩法，哦，好棒啊 ！PS4， 我们 PS4 都不行，好像也没 PS4 模拟器，可以讲一些 PC 的吗？如果不是古早游戏的话，我只有 PC， 我 PS3 不开，对，只有模拟器还是可以啦。所以基本上就是 PS2 时期底或以前的游戏可以推荐啊，然后之后推荐的。就以 PC 为主，反正我大致上都在用 Steam 的游戏。既然是一条会开这台，难道这种会闪？超棒的！就是一条会命中回避，刚好才给他开这台，给其他人开这台，怕不是分分钟被打爆。而且气力110直接可以开5000，5-11路 S 欧系耶。命中致命率还加40，命中低没关系，一条会补给他补上，而且一条会小队长能力回避加20吧，他几乎要跟飞差不多了。目前看到小队长以前玩好像最高是30%，也可以了。全无来说 ，EX 模式是难一点点 ，EX 的难度应该就差在于说敌人的改造度吧。普通好像最后以前看最高是40%。EX 难度现在直接看到60%，下本塔冰龙，看一下谁可以打比较远。冰龙，他也打不到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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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对，哎 ，EX 模式还新增我方没有改造，哇，那这样的话更麻烦哎，因为飞本身是一开始就有二段改造，然后他入围十跟回避20%以外，然后还有四破，所以回避超高，回避254也算蛮高的，就是命中率不太高，明明262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打不太到底了。命中率根本就是超真实系，除了一条灰跟对啊，好像几乎没有人超过一条灰。我现在看他能力还蛮高的耶，特级188还算高，然后重点是回避跟命中都比正常人高，而且本身还直接伤害减10%。这么看下来，你真的是不太有用。现在要 debuff 以外，命中性降低，有冰龙啊，装甲降低，我还有其他人呢。
号码也可以啊。哎，不是，那是剑一吼。过去帮忙。有推荐的 PS3 游戏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不过你要特别去下载专门的哦，就是游戏有人已经调整好了 PS3 去跑那个力3跟 OG 很正常，我这边有了，不过我不知道上传的话档案有没有完整，因为我毕竟是用下来的，然后它有些档案不一定是在同一个资料夹，你看一下，因为好像有人有在 Google Drive 上面分享，就是他有去调整好，就可以完整模拟第二次 OG。立下奖，真棒！舰长比一条回招，命中好像没有，第七发。哎，大绝招了！我看一下我 PS3 模拟器叫什么。不行，我这边好像忘记了，这怎么是这？哦 ，RPCS 3就是这个啊，有人已经有调整好了，不过我不知道要怎么调整，因为那里面的各个项目实在是太杂了，你就查一下 RPCS 3然后后面打2OG， 一定有。所以赶快王牌吧，鬼地伤害都 1.1 倍了。啊，等一下我先这个东西要休息一下，上个厕所，然后吃点东西，大概几分钟吧，应该两三分钟。算了，我上个厕所就好了，现在也没有什么饿。你真的要打我吗？我直接一电剑哦！啊，算了，我还是不要那个好了。你打一打那个一电能量倒回去，我还要打鸠摩拉呢。啊，死太多，等一下，能量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，该不会倒退了吧？他先防御。啊，一电剑呢 ？Yes， 我最喜欢这 BGM。啊，哪个东西？まだ油断するなよ。大丈夫だ。気分が乗ってるからな。好きにはさせない。制御はできるのか。コスモ。コスモ。もうやるしかないのよ。パワー上がっているんだから。低温衝動。いけ！不是，我先把这号搞定吧。我今天想要直接。跑再跑一话，我想要再跑一话，然后明天直接换那个后继机。我查了一下，这一话结束之后大家就会汇合，然后汇合之后呢，就换34话汇合，然后35话就可以换后继机了。就等你打我了，哈哈哈！铁屁都开了。看你怎么样。
虽然没拿到，没有用努力有点可惜，但是我要你在这回合挂掉，你超麻烦的，你知道吗？呀、有没有推荐 PS2 激战弄档中文版系列王子？自己只有日版的。老男人，你用老男人，然后用英文，算了，反正我觉得以前还蛮多人就是介意啦，就是说盗版网站，然后甚至会检举，所以以前那时候我实际上我绝对都会回避这个话题，但后来想想应该还好啦，毕竟如果真的要说什么不支持正版，然后用盗版，然后再讲话，我就直接抛出我实定那几百个游戏库存，跟他说什么叫我不支持正版。我激战 X， 激战 B 还没啦，因为还没要玩。说真的，如果上实定的话，我会分分钟直接支持啊，要玩的一定 OK。自己就下那个 Old Man， 老男人的英文 Old Man 这个网站，它有蛮多中文的，然后 PS3。3DS 跟一些特别资源，你需要会员啊。会员的话呢，因为他要购买，虽然才150块可以买五年，150块是买他会员五年。Yes， 要用在一起，要用在一起。金魔用光速军刀射线上的我军情不信，吉姆王啊。因为 Old Man 那边真的是非常多的资源啊，中文的也是，甚至基本上更新还算快，一些比较新的，像月之名啊，就是月之名 PS3 一直以来都是只有菜单汉化。好，等我一下。你要 PS2 吗？啊！对不起，我少讲了那个 EMU。好了，我给你一下 Old Man。这个，好了，啊，要再换电池。等等等等，三分钟要到了，三分钟要到了。哦，靠！三分钟要到了，三分钟要到了。对，最近不久之前我才玩那个简单超人，现在是1:30。哦，你终于学到直击了，你这家伙，你刚刚学直击的话就可以干掉了你。啊。去干那个原石了吗？红旗枪，开铁臂的怕什么？哎，铁臂的雅斯滴有那么夸张？没理由啊！刚刚是不狙了。吉姆王要用光速步枪了，快闪开啊！毕竟同一个作者嘛，好像是富野对不对？真是超棒的一个作品，我看原作真的是人死了一大堆。那个激战差超多，激战真的是太美好了，一大堆那个驾驶员根本就是像那个你电路板换那个电阻电容一样，拔起来就换下一个。坏了，马上换下一个。我的天！啊，毕竟 3DN 呢，它本身很多人去注意，甚至很多那种就是上架的盗版资源，马上会被一些就是原公司就。或原作者，然后就是说麻烦你下架好不好？甚至有些中文补丁也会被要求下架，以前就发生过。所以 3DN 那边其实
我大多都只是找那个汉化补丁。而且 3DN 的其实不是到很好，反而有时候汉化补丁游侠会比较 OK。 啊，稍等我一下哦。接下来打原始恶魔了，加我先存档一下。伊甸护盾应该要有啊，1000啊，怎么刚刚好像没发动？刚刚是不是没发动？我刚刚存档了，我试试看把它干掉会不会退能量。光速军刀来了！徹底的に叩いてやるわ。制御はできるのか、コスモ。もうやるしかないのよ。パワー上がっているんだから。低温速度。一次。立顿奶茶。一公升立顿奶茶，好棒。真的把他打死了，我们人有时候打到残血而已。那不是还在被降能力中，历练好不好？不要退，不要退，不要退 ！Yes。龙马来了，那个，哎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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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可以换那个思维，因为要放妹，爆马换别边。我靠，你为什么升个一级，然后 SP 就加3？你五人份精神不是升一级加1吗？基本上也不是这样演的啊。我想说他刚97啊。三个一起顶多加2啦，啊，不可能开觉醒，对不对？我就给他开必中，然后他再给我升一级，就直接 SP 100。开什么玩笑？觉醒不能用了。要用期待吗？再买1公升的，我自己泡的。你那个去全联啊，或者是去一些大的超市，就是超级市场，不是便利商店，超市，然后茶包嘛，然后我全联那边就看到有一个立顿奶茶粉包，里面是20包啦，然后120块，一包平均6块钱嘛，啊，然后它重点是因为本身立顿奶茶就比较甜。它比较甜之后，我就它上面写说一个粉包大概是250cc 还是 300cc 的水，就一包啊，然后我一包给它配 500cc， 好像是这样啊。它上面写50啊，那不是 200cc 热开水，或是加 50cc 热开水跟 100cc 的冰开水，所以它一包是放 200cc， 我一包用 500cc 都还觉得还不错耶。
然后我就一公升的那个碗嘛，然后两个粉包，一个奶茶粉包，然后热水跟冷水，就是先用热水然后搅，要搅拌，完全融了之后再加冷水到几乎一公升。但是我觉得一包五百 CC 跟两包一千 CC 听起来是没问题，一样对不对？实际上不一样，它两包叠加在一起的时候，茶包的苦涩就出来了。我一包五百 CC 的时候还没有什么苦涩感，就没有苦涩感，很香又不怎么甜，然后呢又可以满足喝奶茶的欲望。但是两包一起下去，然后我刚喝就有一点苦涩。一定我上到最高是啊，可是我想说能力降低的情况下，他能力没降低了，难怪把他打死了。两万四啊，他那台两万三啊，还两万二，因为刚刚打鸠摩拉是一万九，扣掉念动力场是两万。他鸠摩拉装甲也没多高啊，防御也不是很高，因为刚刚的季节防御还比较高。好，先冲上去，来必中，然后个第三，不用热血，不用热血，开集中就好了。掩护防御麻烦死，美龙掩护防御、啊、我可能要开铁壁。可惜他好像不能固定 BGM 哦，你给他留这么完整干什么？为什么不加200 D 变820 D？ 刚刚有10%地形伤害。好，努力 ，very good， 哎，起蛋。Lose。集中，给我全部去领便当吧！啊，不要！哎呀 ，OG 放妹本名就不会盖 BG 了。其实我比较喜欢这一版的音乐，就是四 A， 没事。艾比斯他的后继机的 BGM 反而没有那么喜欢，因为他这个 BGM 让我就真的就是感觉说是一个救星出现，不是，是一个角色变强。尤其这个 BGM 我记得叫做划破流星，看一下，不对，流星割裂黑夜，划破黑暗的流黑夜流星。以前大家就先盯着它。哦，太棒！有伊甸王根本就不用怕、啊，切个几刀他就死了。啊，接下来就米雷娜了。我担心那个索罗船这边打敌人，干掉敌人之后啊，他会算。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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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为什么命中率这么低？快点去宇宙啊！后面两关就宇宙。对，我骑夫只能打陆地了，要换真武。啊！300多，对，帝王的力量都超强大，对啊。我记得好像，哦对，不止这一代哦，好像大 B 还是 BX 大波尔摩特，他普通攻击就直接给你降一重，超夸张。124。大波尔摩特这边没有骑兵，就要换一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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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空兵。没问题，空兵打的还有4000多，你是真的空兵还是假空兵啊？啊，麻烦了。哎呀，我扰乱还没有扰乱可以用了。啊，糟了，大波尔福克，大波尔福克运动性没那么高啊，飞啊，帮帮忙啊。129，再差一个。你还是不要打好了，连十二魔哪来这么多士兵啊？撑住撑住，下一回合伊甸王就来了，伊姆王加油，精神源风暴，向我气力 SP 吸收啊，我学到热血都这样被用掉了，我等一下要用热血一直疯狂开合体技耶，左上角完全靠索罗船一个人挡住，无聊，我就知道。
嗯，一。那几台到底要干嘛？分身，分身。第五回合，哎，你自己跑过去的哦。结果我要先打另外一只的，那、啊、你都跑过来，那就先打你。照理来说，你不是应该先找女人，然后巴萨吗？我总会来找光。快走，巴萨！好了，姆特龙光线，170的140。不过盖特的大绝招好像也是哦，要140还135，讲名字，莱姆利亚，因为从我口中说出来就没任何意义，单纯只是想要拖了吧。然后是全体攻击，大绝招是全体攻击，其实打小兵 OK 了，反正全体攻击打敌人的也不至于会减低伤害，打只有一个人。我以前以为说全体攻击打敌人只有一个的时候伤害会比较低，听到请回答，我记得在哪一个地方会听到这个广播，听到请回答，哪一个机关，好像在公家机关还是什么，哎，不是在节目啦，我有些有那个问答题节目还是什么，哎，是吗？好了，有妹夫。其实我觉得，与其直接在游戏里面做出这 3D 模组，我比较喜欢是说像阿法二一样，有特别的那个 3D 戏剧动画。至少帮人减半，帮他帮我把他的血量消半。拉姆，来滴。像我记得是打一半三分之二。60%。好快哦，这回合我要拿到那个，17000，这边伊甸王就来打这一只好了，在这边吗？16000多。
豆包。木真有员工三，3700，铁木真有4900。可是伊甸王在空中会不会迟到？迟到了。啊，有了有了。超分身沙发，哎，这个好哎，直接降级的那个很乱，集中，我觉得，虽然第四次来听大招还只能用四次啊，还有限定，可是说真的，除了阿法一。阿法外传莱丁还算是不错以外，其实这一次的莱丁不是很好用，因为他的 map 虽然还算 OK 啦，但实际上飞影是120就有差不多的 map 啦，然后再来就是这台战舰140直接给你这个1200啊，他莱丁虽然5500，可是他要100，而且伊甸号好凶，210啊，放一个就没了，装甲降低 level 1，头部尖刀，我还不如继续用神鸟。哎，神鸟是金的，120115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原本是。神鸟然后一到三，他现在神鸟攻击力上升，可是射程变一，然后头部尖刀好像变115，还是说神鸟头部尖刀原本就有，然后 PI 降低气力需求啊，就是气力要求太高了，然后盾防御发动几率根本就没发动过，有跟没有一样。贝贝很强，对，是蛮强，但因为我是走真实性女主角，所以还是有替代方案，导致于说莱丁这次没有到非常强力，可以在一线，但是他不能没办法算在一线顶端。热血、质感、必杀，我要用莱丁把他干掉。不拘，对，一中，拘，直击啊！虽然对原始人我没用，但我就是想放，放了会感觉很爽。流线妹，流线妹夫超猛的。制御はできるのか、コスモ。没有激励的情况下，施雷其实我前面不太喜欢用，因为气力要求要100了，通常都一关卡打完了，他气力才差不多100了。因为毕竟敌人很少会有这种超过十多个部队，现在才开始比较有了，而且他跟美智流就那个龙马的情人放一起，哇，那 SP。也回了回血，然后直接那个毅力开到爽，一关卡可以直接算五六回合吗？50-60 SP 在这里，这样子。何必啊？あとは私にお任せよ。照了没开直击，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有没有 debuff。
他们是不是不怕 debuff 要开机器？给他命中，拜托，上啊上上啊！我にここまで敵数を合わせるとは。开混乱，开混乱，哦，混乱已经有了。接下来是捡他装甲，捡他回避。靠！只能打他。只能放这招。一三三，还好。第二局，再打爆一台敌人。六千六，飞机架，拜托你了。我反正也是太猛，好，机电王他。站，前面被揍的很多。那接下来这边130，他没觉醒好像也没差哦。气魄，二血不屈。一中，一中，很奇怪，激战六四没有赢，因为激战六四好像当时还蛮花成本，但是本身资金却没有那么高，那时候作画。还蛮需要，好像是 3D 吼，作画它 3D 吗？对不起，3D 建模很需要，需要吃钱。虽然也死，但是之前是一到三。我靠，才五千九，怎么变这么野？
天山。换那个赛琳娜，降他运动性。60%，这奇怪，大波我可以100%呢。差一个莱丁没有狙击啊，有狙击的话我是很想直接看莱丁把那台放掉。放马来吧，这话的确有点扎实。对，这边也没铁壁了。40%，应该是不行。没关系，一样用。好奇怪，我打那边的你们也来，烦不烦？好了，来了，我最喜欢看的。这时段改造好像也才300出头，连放三招。就是我说这个。哇，还蛮痛的。和凯撒盖特以外，就是他最恐怖。正常玩，我。不包括一些高手玩，高手玩的话可能就不是，就先发。到时候盖特闪光好像也是将近7000。这你这家伙，对不起，
回。这个觉醒。滚。要不要用这个？280当然是用它最高的。好，会原谅我，你有可能会挂掉。一千一。好，低于一定数量就会增加那个五个部队，现在就是要撑过那八回合，至少八回合以内的熟练度我在第六回合就完成，全靠伊甸网，没有伊甸网的话应该也是要八回合突破，顶多也是要压在第七回合。我が追い込まれているだと。6000多，高速道路的攻击では実戦で通用しない。需要接受。貴様には指導が必要だ。好呛。但是我很喜欢他这个角色。你那种教官或教师的口吻。安全装拆。ジャイアント勝った。セットアップ。ジャイアント勝った。我が追い込まれているだと。当时6000多，2.5倍，6600，大概快3000滴啦。接下来换那个真武，热血，必中，直击，必杀，必杀，必死。差不多，多一点点。都要谁来救？就是就是。一个。怎么办？大波我看你比女角还要猛啊！5300呢。路 S 以 S， 看一下血量多少，切，3300，呵呵，地狱列车可还没要。我不是捡他运动性了吗？哦，没有期待，没有感应，这怎么会这样？啊，好吧。必中，热血，无极，其中必闪全开了，然后合体，啊，兵，天龙神打死你，我不相信热血打不死他，5300呢，还热血呢，5300呢，天龙神的力。话说在勇者王 final 版的时候啊，好像就只有天龙神他的有特别专属机器人，除了那个勇者王以外，王凯亚。
神の姿が見れなくて残念ね。众多配角里面好像也是闲游的有必杀配角。とっても大変なの。啊，努力。啊，算了算了算了。拜托你的，拜托你的，去挡吧。别别，你不挡没办法，其他人挡不住啊。啊，第六回合。不是那个原本的那个原本的那个勇者王 Final， 勇者王 Final 的时候，天龙神他在使用这个招式的时候有专属 BGM， 光与暗之舞。哦，不要闹了，要被打死。嘿，恭喜你，太棒了！一定要快爆了！你到底要打哪边呢？我就知道。啊！那既然这样，那我还不如就直接那个，给你吸，给你吸，那我就打五个。每一台都有，青龙、炎龙跟冲龙、雷龙好像没有。我在看 final 的时候，有可能后面的，因为好像后面有再用一次嘛，后面勇者王有再用一次。我当时看 OBS 是十多期东西，后面好像就是用成浓缩，好像用七级还八级。好了，要冲了！好きにはさせない。制御はできるのか、コスモ。那时候打游戏主就有换 BGM， 哎，真的假的？那我要再回去重新看，因为八的那个勇者王 Final 好像是后面的版本，就浓缩的，好像七级还是九级？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好像十二级还是十三级，而且很久的记忆可能缩退了。你要二八七七七，好喜欢这个 over。Overpower Might 什么什么，忘记后面那个英文是什么。总之我只记得前面叫 Overpower 压倒之力。啊，行行行，压倒之力啊！幻觉，为什么刚二八七七七现在变成幻觉？多赚一点经验是一点经验。CD 只有110。
撑过这一回合，好像八回合以内，那也要撑到第九回合了。就这样。那他也蛮高的。Hello， 怎么了？我刚好像看你还有在战役啊，怎么回事？解散了吗？应该不是吧？改行休息哦。久而久之真的会这样，不然会累死。然后后面因为毕竟有些人也会退坑，然后久而久之人数上不了，然后就慢慢改行。哎，姆特的光线，反正你继续破了。这里没有啊，巴巴托斯好像是第一弹 DLC 哦。你买季票的话，应该是全部都有啊。这是别搞，不行。特容光线，好像只有巴巴托斯第四形态，有其他形态吗？所以以前玩的时候，刚上来的时候，真的被巴巴托斯第六形态震惊到了，很厚重的感觉，又很，的确真的很，怀念他，又。小心，集中。这是没气魄啊。他好像变队长之后，好像有气魄的样子。因为要放妹粉，没办法放，第一排运输。这边也是啊。都是我感觉被打死。你控制他吗？不是我，后面根本不控制了吧？对啊，999，我大概就28000左右。19568，越来越痛。这里150了，应该差不多可以放妹那个一点剑了。其他人部分放吧。
因为我记得索罗船跟伊甸王是连通的，他打爆很多敌人，我一直担心伊甸王退能量。啊，再两回合，还有一小队，靠，谁没有动啊？啊！这好像有开贴，有。我在吸我精气力，我就是要放妹子来跟你吸气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啊！你不要再吸了。每个人都很爱吸的，对。而且吸一次直接吸耳丝，为什么这吸就只有吸，然后再吸伊甸王吸耳丝？你们是对伊甸王有特别不满？啊，又吸了，帮不了妹夫了。我刚刚应该用反击的，反击的话说不定还不会被吸就可以干掉敌人，来不及了。等会儿用那个激战 F， 伊甸王开个魂直接搞定。你这边就不吸了，是不是气力低于100他们就不吸了？还来呀？这关一定不会退能量，哎、欸，真棒！我讲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就一直疯狂配合就好了，疯狂一定见妹子，我还很担心让他不敢随便乱打。讨厌人死了吗？还有一回合。巴萨死去哪边了？一回合时间，我要把这个干掉。热血，集中。知人有员工，5700，4000，不然他也没热血啊。但我还是必须要换成龙圣。0%，OK， 开气势，发动伊甸炮。哎，是这关吗？OG 超额金魂商品化投票投了吗？真 SX， 是哪一个真 SX？ 有两个不同形态的真 SX， 一个是 Alpha 一最后的四级合体，另外一个啊没有，另外一个是 DC SX， 然后还有 Banpleos， 是哪一种？这样的话应该有三个。阿法三的哦，班布雷欧斯，第三次 OG 可能会让他上去吧，然后而且会用成就是非常特别的状态。
因为 Bumper 又是我记得阿法三有说那个不是完全状态，8100太棒了。很喜欢班布优斯。好，全部后退，受不了，交给飞。其他进去。靠，可以空中。拜托你了，傻个屁哟！哎，感谢你，太棒了！回去啊 ！HP 维护，我靠！我倒是没想到 HP 维护。这个经验值应该也不少，反正你们打不中啊，没人打得到飞。如果是玩有感的话，这边还可以一直疯狂赚钱，但是问题是这边赚钱没用。可选十只脚，必定发射。林嘎人气超高啊 ！OG 角色里面除了 SX 应该就呆金嘎了，然后再来应该是补铁了吧？啊，没有，应该第一个是魔装机神，然后再来是呆金嘎跟 SX， 然后之后才是那股魔装机神人气应该是最高。现在才出现，等一下我来看看。机器鲁要领便当了，哇，巴萨你把机器鲁带来领便当了。你要帮助西比路，你第一个，你就算第一个先想到西比路也不错啊。可是你完全没有去想到基基鲁。西比路啊，基基鲁好可怜的。那投票没有古典和白骑士哦，还 OK 啊。西比路啊，因为古典跟白骑士其实本身人气非常高的啊。但是也没有到最高。你不用担心说没投票他就不出，因为我记得之前就有出过古典跟白骑士。古铁有，白骑士忘记有没有了，但古铁是有，古铁具有。
全備バック装備。シビロは俺が守る。あれ、西比路好像一句话都不讲。双剑皇帝很帅啊。哎，等一下，西比路的一个惊叹号，他不是因为机器鲁被 TR 挡不惊叹号，哎，而是因为说机器鲁变成这个状态惊叹号。我去你的，机器鲁根本就最可怜的工具人吧。啊，唯一比较有点担心他的就巴萨拉了。シビルのためだったら、俺はどうなってもいいんだ。ジジウ是才是真男主角吧？お前は、お前は。有超子跟要塞角色投票，我一定要投ジジウ一票。俺はギギルだ。俺の歌を聴け。Power to the dream。やつらが歌を。俺の歌を俺より先に歌い出すとは上等じゃねえか。許さねえ。シビルを殺そうとするやつは誰であろうと許さねえ。ギギル、もうやめろ。死んじまうぞ。バサラ、やめろ。ギギル、あ、可憐のジジイル。ギギル、你刚刚已经亮了啦。出现多的空间里，宇宙怪兽吗？变到现在那种了，格吉亚以前那个凌晨年代的人，觉得他的风格好像。我看一下西比路有没有讲话。西比路如果完全不讲一句话，那我真的觉得说，西比路现在可怜。我靠，西比路完全没讲一句话哎！要么是原作西比路就是个混蛋，哦有，就讲一下，然后也没伤心，啊就只是静静的讲一句，啊可怜西比路，西比路你不应该把所有的那个一切用在西比路身上。啊，这话搞定了。等一下，我先休息一下，然后应该再可以再一画，再画应该会比较快。他做一个样本，应该就零零了。
一下，应该回归了。对对对，我来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变强啊？武士台、八台，我现在要比他多40台。啊，换自己之后还要再追加一下，55、76、98、122，哦，还缺26台哦。应该没问题。哎，没有换，还是一样是地方战。一体依然。那边好像就有 seed 了。原始恶魔第七是哪一只？双胞胎吧？等一下哦，那个基基鲁，基基鲁好像不是，西比鲁，然后肯培罗杰尼，然后格拉比鲁，跟刚挂掉一个双胞胎。第七个是哪个？对。第七个是哪个？没有变形。有，风战装，暴风钢弹。哦，有了，有了。P 系二到五 ，O 系命中率加35，真棒！等等 ，P 系一到五，可是这个不太好用，大绝招就放个两次就没了。大天使泰坦三出现，太阳攻击网，太神了，有了巨型推击器，三发哎！我原本以为都是只有一发的，双炮台算一只，双炮台算一只，那这样就是加比鲁也算一只了。那我还真都不知道哎，基基鲁不知道算不算哎，加比鲁跟基基鲁。钢铁帝国。哦，有变形了。钢骑兵4300，杜威斯，杜威斯，还不错。多鲁迪斯，戴莫斯，戴莫斯装甲降低。这集断空有出现，太棒了！我只是欧系好麻烦。符号机，大概就这样，看一下机师。感应回来了，太棒了！自己一个觉醒，自己
加比鲁要和那怪物合算一次，第六次啊，这样的确六次哦。剑一这边没有人有觉醒，该不是光慧美还是刚玉器？滚！地库，伊利，伊萨，他好像是火，没有铁臂。他这个混啊，万丈，我记得也会混，不知道有没有铁臂啊？没铁臂的话，万丈这一次啊，法三没办法再前线。节约弹药，哇！一代的机率，恶心！伊利，哦，有了，有了。之后我希洛可能会跟基地放在一起，这样就不用担心说开那个警示系统太慢。觉醒，大家陆陆续续都有觉醒。觉醒。真棒，他还有感应，梦也要加，发还有期待，玻璃直击，期待啊，太棒了！好了好了，先存档，我先晚一点再继续啊。啊，等等再来哦，我吃个东西。